Qinghai 格尔木查尔汉盐湖景区，亚洲第一大盐湖，世界第二大盐湖。果冻一样的盐湖水，漂亮的盐湖，青苹果的颜色。大环线，今生必游查尔汉盐湖，海拔2680米。哇，这是个热门的打卡点，很多游客啊在这里排队拍照。查尔汉盐湖，青苹果色，非常漂亮。查尔汉盐湖非常漂亮。这里有玻璃船，如果航拍的话非常漂亮，漂浮在绿色的水面上。
人造的岩石